好色风流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，嬉戏眼前谋，孽满身后，报应从头，万恶淫为首，因此上眉甩邪淫一笔勾。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啊，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，感谢朋友们的光临。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，因为什么呢，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，白天不方便，所以呢加一个晚场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。刚才主持人的小姑娘说了啊，单口相声在后台呢，刚才来两位朋友跟我聊天，说我听说这个单口相声像这种长篇的叫八大棍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哈。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，八大棍儿是我们相声里的一个术语，指的就是长篇单口相声。这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呢？解释也很多，有人说了啊，是八大段儿，说错了，说成了八大棍儿了。还有人说这贵呀、是这个富贵的贵啊，八大贵，说的怎么那么好？反正一人一说法。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，我也问过老先生为什么有的长篇单口相声。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，也不挣钱，也吃不了饭，怎么办呢？他就发现这个评书非常好，哎呀，说评书的尊称为先生，挣钱也多，干脆这么着吧，咱不说相声，咱们也说书吧。好，这一说书不要紧的，你想啊，相声演员本来就幽默，节目里面加了很多的包袱笑料，这一下观众们都吸引过来了。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，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，说这个你们不能说，在过去那个年代啊，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，怎么办呢？双方协商到最后，评书界答应了可以说，但是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。就这么着，从评书里边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。这八段没头没尾，搁了一块接不上，单说这一段也没脑袋没尾巴，听不清楚。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，说这几段康熙私访啊，马寿出世，张广再回家，这揉不到一块？对，这都是打评书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。评书好比是一棵树，有枝有叶，那么这个长篇相声呢，就是把枝儿叶根全砍了去，就剩了八根棍儿了，所以人称叫八大棍儿啊。由此可见，过去的艺人们非常不容易。不光这个，同行之间也有一些个小障碍。这儿正说着呢，大底蹭上有一位啊，拿着块手绢，啪，问你这东西给你盖上了，这就不让说了。按行内来说，人家这是跟你盘道，得问你师父是谁呀、师爷是谁呀、什么师祖是谁，都得问，只问三辈儿，问的第四辈儿算骂街，就能打架。那么这个手绢盖上了怎么办呢？哎，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：双足插地头顶天，乌云遮盖是枉然，左手抄起量天尺，右手推出一泰山。那么盘道这位呢，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，这是旧社会，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现在没事了。现在我这儿说着蹭上了一位，这样我甭说话，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。说评书说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，是劝人向善，没有说这儿一散场出去都劫道了，没有，教人学好，无非是讲古比今。今天说的这个事儿，离着现在时间不算太远，清朝末年。故事发生在哪儿呢？在北京啊，有个地名叫姚家井，可能有朋友熟悉，现在那儿有小区，姚家井小区。姚家井这个地方住着俩人，名字都一样，都叫子清啊，子清，一个姓刘，一个姓李，刘子清，李子清，哥俩打小就在一块儿，别提多好了。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，都生孩子了，
刘子清、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？就是简单说吧，就是民兵啊，那是叫团练勇啊，不挣工资挣馒头，每个月就合成馒头啊，也不知什么编制，就是这两家呢，一家有一姑娘，一家有一小子。刘家是一个小子，起名叫瑞子，李家是一姑娘啊，起名叫招弟儿。哼，两家哎，这两位子清关系好，两位太太也好，打这儿起就给这俩孩子做了亲了，叫娃娃亲。过去有这个，他卖车孩子生出来大肚子就开始有定亲的，这叫指腹为媒。两位太太坐在一块儿啊，能聊得上来，三皇五帝呀、啊、什么计划生育也都说得来啊。得了，那什么，咱们爱好做亲吧啊，两家生了之后要是俩小子拜个把兄弟，俩姑娘呢是干姐们，一姑娘一小子，小两口啊。过了半年这位生了，生一大胖小子，等这边吧，等两年没生啊，干腹水、嗯、啊，耽误事儿要不说呢。哎，这两段还不错，姑娘小子在一块玩的挺高兴。小的时候叫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可顶了六七岁儿，小孩就知道害臊了，在一块玩呢知道背着人了啊。这正玩着呢，有大人过，俩孩子脸就红了，不像现在似的，那是封建，现在四年级就挎着胳膊出去的啊，说一问那谁呀、啊、这是我娘们儿，看见过去没有啊，那阵是比较封建的。这个刘瑞子到十五岁这年出了点事儿，孩子大了得上学房，可是姚家井这儿没有学房，得是牛街往南啊，再奔西南有个地名叫老君地，这儿有学房，把孩子送到这儿，上这儿上学去。后、哦、这一屋啊，多大都有啊，有这六岁的、七岁的、十二的、十四的啊，六十八的啊，这是先生他爸爸。多大都有，跟着屋一块念，蛤蟆炒坑似的啊，念什么都有，一年级、二年级都有，大学中庸的、百家姓的、三字经的，念什么都有啊。一到背书时这屋这乱的啊，赵钱孙李呀，哎周武王呀，哎任贤说，哎孟子见梁惠了，哎这破烂的们啊，这屋里要收破烂的啊。那阵就是这样，保齐老师就出去了，说下午背书啊，背半截老师这有事儿，有人请吃饭，老师走了。哎，你们好好背吧。老师不在这，孩子不听话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啊，老师走了，孩子们疯了，来吧，赶紧吧，耍吧，啊，唱戏玩，也没有别的东西，有墨啊，有那红颜色人珠，老师那个判卷的画圈用的那个，抹一脸啊，唱战长沙，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。一会儿屋里闹，旁边来人了，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孩子们，老师一会儿来，非打你们。好，这孩子还。他抹一脸红，说唱什么呢？唱战长沙，你倒霉吧你啊！你们老师过日多细呀 啊！给你们判卷子都画半个圈儿啊！你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，我告诉你吧啊！别玩这个了，玩别的吧。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！家里是开保局的，来吧，咱们课间活动了啊！来玩这个啊！一只骰子，小孩们哪会这个呀？捣乱呗。好，这一下不要紧，瑞子输了41个钱。到放学了，人家堵着不让走，掏钱，41个钱，我这没有钱，没钱不行啊！我带着骰子出来，必须拿钱回去啊！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！我真没钱，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，让你爸爸打你，那我明天一定给你。小孩啊，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？偷他爸爸2两银票。过去花银票偷了一张2两，也不知多少钱，转天都给人学长了。晚上回来哈，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，小孩上厕所，他走这功夫，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：“哎，你动我那银票了？”“我没有，我这短了2两。”“嗨，你花丢了不能，我自己有数，是不是瑞子拿的？”“嗯。”“啊，这可不行，这么小就偷，说大了他得抢去，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，明儿早上起来啊，我堵被窝打他，今天晚上要打他，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，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，
明天早晨躲被窝啊，我打他。这是气话，夹带打孩子能真打吗？气话。他回来外边听见了，走到窗户外边，贼人胆虚啊啊！这一听，哟，二两银子破案了，这不要命吗？这不啊，就没敢进屋，推开院门就跑了。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，等吧，等来等去没回来。这一嚷，街坊都出来了，哪儿去了不知道。嚯，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。转过天来，他爸爸把差事辞了，去了趟通州，去了趟延庆，紧跟着什么沧州啊、天津呢、啊，跟前儿全转到了，没找着这孩子。外边找不着，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，这一矫情，两年的头上，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。就这一晃，六年都没回来。瑞子他妈哭孩子哭了到最后看不见了，眼睛失明了。他着急啊，人家招弟家里也着急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，给过两个小白戒指，银子的，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白头到老，事事如意啊。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。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等着呀，姑娘不小了，那个年头说二十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，这还不出门子，街坊笑话呀，实在等不了了，来过两趟哈。瑞子他妈说干脆这样吧，也别等着了哈，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，给姑娘转聘吧。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得不合适，可是您说这事儿啊，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，十年八年二十年我都能等，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，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，我这脸上不好看。哎，别说了，去吧，给孩子转聘吧。那得嘞，那老嫂子，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。哎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，算了吧。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。哎，别提了，戒指还拿来干嘛呀？啊，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，这戒指甭拿了啊。孩子换糖吃吧。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，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。转过没三五天来，哎，真有人提亲啊，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。许配谁了呢？这太糟心了。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，挑着挑拿着这拨浪鼓，拨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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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什么呀？针头线脑，什么胭脂粉呐、啊、粉扑啊，卖这个。这人今年多大了？42岁，姓王，叫王豁子。怎么叫王豁子？有点残疾啊，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，到东北叫兔唇，天津叫老凤，北京叫豁子。1米8大高个儿，脑袋跟冬瓜似的，长一脸麻子，大麻子套着小麻子，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，小小麻子有一颗颗来小黑点儿，三环套月的麻子啊。这个脏啊，没洗过澡，掉坑里算洗一回啊！赶上下雨，这洗一回，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！见天跟这儿挑挑，都管他叫王豁子。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，哪家都熟。他特别喜欢这招弟儿，呵哈，好看！你想啊，招弟儿小的时候出来进去的，他就爱挑这孩子，好看。小姑娘白白胖胖的，大了之后亭亭玉立，女大十八变更了不得。好比说招弟儿上他这儿买线来，他那废话能一车，哈，招弟儿来了，买一个钱的线，他乐了，哼，你越长越好看，哼，多好看，一个钱的线是吧？哼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小时候就好看，哼，现在了不得了，哼，头梳的也好啊，哼，你多亮的头，脚裹的也好，哼。你妈给裹那脚是吧？给你这一个钱儿线，有那个好便宜的，一个钱儿给这么些个，我也来吧，好吧，哎，来一两银子的线，嗯，一两银子，嗯，给你，嗯，他拿这个补那亏空啊。按说这么个人呢，找不着媳妇儿，天缘凑巧，这是该着的事儿。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。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面呢当老妈子当佣人。哎，这大宅门里边有一厨子叫赵三丰，呵，
炒菜手艺不错，但是作风差点啊，一来二去的跟这个豁了嘴他姐姐俩人就勾到一块儿了。本家很生气，怎么呢？这中午十二点吃饭，他们俩两点还没起，怎么办呢？就轰出去不要。出来之后到别处没人要啊，一问说你怎么着？我是厨子，我叫赵三凤啊，不要，我们宅门里边老妈子太多啊，这点臭底人都知道，没活干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豁子他姐姐找着活了，挣点钱养着他。本来他姐姐呀，有丈夫，生生让他们俩人给气死了。合着这十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。最近赵三丰了不得，到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，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，外国人上家来吃饭，他一炒菜，外国人一吃，呵，好啊，打这儿起上人见喜，一步登天，手底下包葱的四十来个，了不得了啊！王爷跟前大红人，发了财了，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。这十年呢，哎，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。得了，俩人搬一块过，算两口子吧。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，补和补他。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，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，不用出去了，就在这儿做商吧。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，跟这儿住。哈、啊，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，尽管说。啊，一个人嘛，四十来岁，得了，找个媳妇吧。啊，你说你要什么样的？我要一个白的，哼，我要一个尊的。啊，行，找去吧。找来找去，找到招弟这儿来，拖出媒人来。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，给说去吧。来到这儿，招弟他爸爸一听，这可不成，谁不知道这老活来这个啊？这人没到这味儿，先到了。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。呼，媒婆会说。他不说这豁了嘴怎么着啊，他说这姐夫怎么好哈，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，怎么怎么幸福，过日子多好。三说五说，把老头心说活动了。反正是这样，我就这一姑娘，要是跟他也行，我得要钱啊，我要一个礼。什么叫一个礼呀？ 啊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，我要一个礼。媒婆回来一说，当时就拿出来了啊，拿出了一个半礼。怎么回事呢？媒婆说人家要一个半啊，他得做半个礼。这一放定四大金，什么金链子、金镯子，好，大戒指半金一个啊，挺有钱。定好了龙凤大曲儿，准备要迎娶。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，9月25号瑞子回来了，无巧不成书啊。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？嗨，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，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，天亮了啊，出来转转吧，旮旯哪儿歇会儿啊，瞧见什么呢，玩一会儿啊，嗯，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，有个桌子，有把椅子，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、纸笔墨砚。小孩过来了，嗯，我要求当兵。啊，你要当兵啊？啊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刘瑞子。叫刘瑞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，我回不去了。哦，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，和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。哦，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。哎，提笔一写，龙飞凤舞。少官乐坏，你还会写字啊？你可这可好了不起，这娘的太好了！你看这个字写的啊，全是黑的。嗯，他不认字儿，不新鲜哈、啊。那个年头，慢说是少官，统领都有不认识字的。这么着，就当了兵了。每天呢，在这个军队里边呢，吃饱了就练，几年的功夫，大小伙子了。而且这孩子很聪明，很伶俐，记着自己呀、啊，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。不能够再赌博了啊！营里边大伙谁玩他不跟掺和啊，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，上人见喜。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，3品军功4品顶戴，了不得了。刘坤一坐镇南京，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，有事商量，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。到北京之后，
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，就梅渣胡同那一溜，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。哈，刘瑞子一琢磨，我可是六年没回家了，跟大帅请个假，我回家探探父母，顺便完婚。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，瑞子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跟您告假，跟您请五天假。哎呀，瑞子，咱们刚到北京，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，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，很忙啊，你什么事儿请五天假？一说这个脸红了。大帅，是这么回事，离家日久，想看看父母，另外呢，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，想回家完婚去。哦，这么回事儿。嗯，好，嗯，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两天假啊，回去之后呢，把事儿料理好了，这婚事啊，本帅我给你做主，待会儿啊，到账房支五百两银子，是我赏你的，谢帅爷。转身出来，领完了钱，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，给你道喜啊，大伙儿随份子啊，你三十五二十的，加上大帅赏的，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，有八百两银子，都弄好了，贴身带上，换上了衣裳，把这腰刀别在后边，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，哈，荣县是三品顶子。由打这儿出来之后，雇车奔牛街，啊，直接去姚家井，没车，到那儿拉不回座去，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，再换车奔老君地，奔姚家井。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，瑞子非常的感慨，一走六年了。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，心里是百感交集啊，小的时候不懂事啊，现如今我长大了，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。迈步往里就走，对面来个老大爷，他还认识啊，论着呢，喊三大爷，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，这一请安，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，怎么呢？穿正打扮，这是当官的啊，来个官给我请安，老头害怕，哎呦，您别介，您别介，您别介，这个这位大人，您认错了吧？没有，哈哈，没有没有，我认识您，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？啊，是我是我是我，你是谁呀？ 啊我是刘瑞子啊，回见。老头一转身，当当当当，蹦着就跑了啊。瑞子纳闷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？老头想得多，怕过去那人怕官，心说姚家井现如今都知道啊，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，今天他回来了，穿正打扮，这是当了官了，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，官老爷来一调查，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，这干系我吃不了啊。老头想得多，转身跑了。瑞子纳闷啊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，人家还记着呢啊。得了，人以后得学好啊，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，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，都看街上传，这传得快啊，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，啪，门就关了。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咣咣。后来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。一路走一路瞧，来得了自己家门口，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，墙头上都是草，微风吹来随风摇曳，屋里边黑着灯，院子里边破破烂烂，拿手一推着门，这门都快掉了。迈步站在院里就喊，娘娘，天性啊，小孩回来都喊娘，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，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，都这么喊，没有喊别的，一回来撕衣服啊，哎呦，喊完了娘，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，这是谁恶心我呢？我们家没人了，都死绝了啊。瑞子很纳闷啊，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，显得苍老许多，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？推开门一瞧啊，哎呀，
屋里边漆黑一团，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，啊，被窝都打开了，坐在被座上正擦眼泪呢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李子清来了，就是招弟的父亲，瑞子的老丈人。啊，这个老嫂子，明天姑娘出门子了，我接您喝喜酒啊！老太太气坏了，我喝什么喜酒啊？我啊啊，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，我怎么这么高兴？你给我出去！刚把他轰出去，啊，瑞子回来了，站这一喊娘，看这意思，娘的眼睛不行了。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，谁呀？谁叫我的娘？我是瑞子。往前一走，扑通跪在床边上，拿手一抱母亲的腿，娘啊娘啊，我是瑞子，我回来了。啊，老太太不信，以为自己做梦，伸出手来搁在嘴里边去咬，还咬不上。怎么呢？牙掉的差不多了，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，一咬还真疼。哎哈，哎，儿啊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！娘俩抱着一块儿放声痛哭，哭罢多时，擦擦眼泪，娘您这眼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孩子，就因为哭你哭的呀，把眼都哭瞎了。哦，那我爸爸呢？你爸爸没了。把这事儿一说，哎呀，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，放声痛哭，哭自个儿的爹。老太太也劝他，哭差不多了。坐在炕沿上啊，娘俩聊天，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，以前是我错了，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，一伸手掏出了银票来，800多两银票给您。老太太接过来就闻，怎么呢？那阵的银票是拿油墨印，它有味儿啊，一闻赶紧转好了。哎呀，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，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，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啊，然后啊过过凡凡人啊，给你娶个好媳妇儿啊。嗯，瑞子一听不对啊，娶个好媳妇儿，我有一个媳妇儿，我妈这话不对，妈，您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我说秃了嘴了，算了，你也甭问了，不行，妈您得告诉我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招弟儿他。话说在这儿不告诉你也不行了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老太太把这事儿一说，瑞子一听都傻了。啊，哦，许配人家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哎，孩子，妈还能骗你吗？啊，别怨人家，你离家日久啊，人家等不了。哎，得了，娘啊，我得问问她嫁给谁了。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，年龄差不多，模样也瞧得过去啊，这人人性也好，招弟嫁过去受不了罪，我就不提了。如果说这人不如我，他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，他得埋怨我一辈子呀。娘啊，他嫁给谁了？他嫁给那王豁子了。啊，王豁子！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。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，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！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30来岁，今年得40多岁了吧？哟，那可不成！娘啊，招弟嫁给他，他就骂我一辈子呀！我得瞧瞧去。站起来往外走，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：“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！我娘啊，我不去找王豁子，你找你老丈人去也不行啊！你不能找人家。娘啊，我出去。”我谢谢街坊邻居，那明儿再说吧。不成，娘啊，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，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哈。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，我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。这些年我不在家，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？那倒是，还是的，我去去就回。你把那刀给我啊！老太太一把腰刀攥住了，接过来之后，瑞子一推门，转身出去了。去哪儿啊？去找他老丈人李子清啊！站在这门口的，举着手要拍门，没拍，这门开了，李子清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李家这些日子也不像过的，自打说定妥了嫁给王婆子，招弟是不吃不喝，又哭又闹
啊，天天的寻死觅活，老两口子没辙，老太太也埋怨他，都怨你啊，如花似玉的姑娘许给他了，老头也生气，行行行，别说这个了啊，见天抬杠拌嘴的。可是呢，真怕这姑娘寻死，怎么办呢？姑娘还有一表妹啊，15岁叫灵儿，把她接来了，说咱们仨人啊，倒着班看她啊，咱们这三班倒，盯着她，千千万万别出事儿。这会儿呢，老头啊，这心里踏实点了。明天天一亮，花轿来把人取走了，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。打点酒，晚上我啊守着夜班，提着酒壶刚要出来，门一开，门口站一大小子，老头心里就不乐意。那个年头人封建的，家里有姑娘，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。哎，我说这你找谁啊？哦，岳父，嗯，这堵着门啊，叫大爷没事，叫叔，叫大哥，叫兄弟，啊，叫什么都行，叫岳父这不行，这个，虽说客气不像话，岳父，你这待会儿，等会儿，先别认亲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您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刘瑞的。哎呀，咣！老头先把门关上了啊，倚着这门口，这个嘿嘿，瑞子是吧？你回来了，你回来是好啊。老头心说：“你后回来没事啊，你早几天也行，你为什么单单这会儿？这个你回来了啊，我回来了。”我给您赔礼道歉来了，想当初是我不对，偷了我爸爸2两银子，离家出走这么些年，现如今我跟着两江大帅刘坤一啊，4品军功3品顶盖啊，我没别的，我回来瞧瞧您。哎呀，你说咱们外边说去吧，咱们找一酒馆，哎呀都关门，茶馆那坟地不像话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岳父，咱们就屋里说吧，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，迈步往里就走。老头说：“这怎么办？嘿，不是，嘿，你这屋，怎么往这屋让啊？这屋没人，那屋有招劲儿，怕他俩撞上。来了这屋，往这一坐，给倒了杯水，门一开，老太太进来了。哎呦，这是谁？啊，是瑞子回来了。哎呀，瑞子回来了，瑞子赶紧过来。”岳母，哎呦，这你看看这孩子，这溜光水滑大小伙子多好！你看人家孩子，老头啊，你亏心吧你啊！这么好的姑爷，你非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今天二十几，21，你看人家脸是多平整，你瞧你的脸，废话，他多大，我多大？哎，我跟瑞子说点话，你别掺和，你别搭茬，我告诉你，闭嘴。老太太呢往这一站，倚着这门，哼，说吧，我看你怎么说。瑞子，这事儿啊我也是没办法，你离家日久啊，时间太长，我是真没辙，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，我跟你妈商量，万般无奈才转聘。是孩子，你心里难过，当老尖的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可有一解，现如今看你做不做德行事儿了。你要说做德行事儿，明儿早晨让人家来轿子把你妹妹抬走，你算救了我了。他走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我这有5亩地，还有4亩苇园子，我都卖了，连我这房我都卖，这钱给你，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，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，这是你做德行。你要不做德行，你非得要你妹子，没别的，我这个命就算扔在这儿了，小贼你疼个疼个我。瑞子一听这话是低头无语啊，不怨人家，确实是不怨人家，可是自己心里不甘心。岳父，这事儿是这样，我理解您啊，您没有错，我是这样吧，我见见招弟行不行？说两句话我扭头就走。孩子你还说什么呀，屋里这儿矫情，这儿院里边啊，招弟那表妹小灵儿听着屋里说话，指着尖捅破窗户纸一瞧，哼，当时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我那表夫表姐夫，我那姐夫啊刘瑞子，太精神了，转身回去跟招弟就说了。
啊，现如今我那个姐夫来了啊，跟那屋了，您去参观参观去啊。姑娘就出来了，接着这纸往里一瞧，哎呦呵，太精神了啊。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，姑娘着急了，拿手一拉这门，老太太正倚着门呢，你瞧这姑爷一开门，日老太太摔院去了啊。姑娘迈步就进来了，拿手一指，刘瑞子，气氛凝固了。刘瑞子，招弟，事到如今，别说废话，问你一句话，你还要我不要？要，带我走。老头啊，直咬后槽牙，哼，儿大不由爷，女大不由娘啊！瑞子当时站起来了，咱怎么走？我走不动，我背着你。姑娘转身上炕。瑞子一转身，拿手一扶着肩膀，站起来往外就走。啊！老头往前来一扶着门，别动，走行，先把我打死。你这么走了，我也活不了。哎呀，岳父，你躲开点儿！唐叔单手一扑了老头，老头的岁数都六十多了啊，这一扑了，往里一走，咣当一下子，桌子也趴下，老头坐地去了啊！迈步往外就走，院子里边，灵儿跟老太太看着，也不拦着啊。大门一开，两人跑了。老头出来，嗨，追追，快追！追什么呀？让他们走吧。不是，有话说，事如今说别的没用了，告他俩别回家，人家准上家搜去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老太太追出来，哎，别跑，等我一会儿，我跟你爸不是一回事的啊，等我。姑娘一摁肩膀，停下，看他说什么。老太太到跟前了，哎，哎呀呵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俩去哪儿啊？任某，回我们家。别去呀，别去呀，你那就一个老太太，什么用都不管，人家来上家一搜就搜着了啊。那什么，到那儿，你带着他啊，上你老舅那儿去，快去，那儿房多。哎，好。老太太走了，这儿背起来。哎呀，咱们赶紧啊，这个你老舅在哪儿？哦，我老舅就在那个棺材园那边，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。你先下来，你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？这是不是这个我老舅是个姑子啊，这姑子哦，感觉这姑子有这规矩啊，出家之后拿自己当男的啊，你拿管他喊姨啊还是喊什么，他不愿意，还得喊舅舅啊，招劲这么喊，我舅舅哦，赶紧吧。刚要往那儿走，招劲说不行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我妈嘴不好，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出去的，明天王豁子派人一来，也甭打我妈就招，知道吗？那就那怎么办？出城，两个人坐车直接奔菜市口，到菜市口又倒车直接奔这西河宴，这儿有那个旅馆啊。转天早上起来，请了一位全客人老太太给姑娘开开脸儿。过去有这规矩，拿这个线呢，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，四鬓刀裁，把头梳起来，这就算是媳妇儿。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。他们这儿不提，回过头来再说这边。招弟儿他父母一瞧啊，这事儿算是大了，怎么办呢？明天人家准来啊，一来是一场娄子，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。找谁呀？找这个媒人左着脚啊。招弟儿他妈就来了，到这儿都睡觉了。大嫂子，谁呀？哎，我是招弟儿他妈。哎呦，明儿给您道喜啊，今儿都睡了，我洗不了了，你快起来吧啊，别出事儿了。这儿一起来一说这事儿，现如今怎么怎么着，您赶紧给人家王家送个信儿去吧。哎，我去我去。左着脚起来，把自己的儿子也打起来。这孩子呢十七岁，没什么头发，叫小秃啊，背上驴，娘俩赶奔王活子家。噗，王活子家今天晚上热闹，随份子的人呢络绎不绝，冲王活子的没什么，都是奔他姐夫来的，冲赵三丰啪门口啊轿子也挺好了，院子里边支上一桌一桌的，这儿什么推牌九的啊，这儿赌博的，哎，这儿喝酒的，弄得挺热闹啊。王豁子也高兴，穿一身新衣裳，戴小帽头，这儿瞧瞧那儿瞧瞧，乐的呀嘴都闭不上了，原来也闭不上。嗯，啊，哼，高兴啊，看看，哼，玩啊，吃啊，尤其是，哼，高兴，正乐着呢，又大门口左大嫂子来了，一进来。先找谁呀？找豁子他姐姐。哎，大姐姐，哟，左大嫂子来了，这给您添麻烦了。您今儿来的早，你说出事儿了。一五一来把这事儿一说，赵三丰就站在旁边，
家里的，哎，怎么着？给我引进引进。哦，那个，这是左的嫂子，人家没少受累。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。哎呦，郭老爷您好。哦，嫂子，让您受累了啊。呵呵，你说事闹到这个地步，也没法说。是，您说吧。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，他得包赔，哈，花多少钱人都愿意。不是那个事儿，不是那个事儿。这个现如今呢，我们这个脸丢不起。您瞧这个。这些人吧都是朋友，连厨子都是票活，哈，有的送的菜，有的送的肉，我们这棚事儿挣钱了，跟您说实话，这个无所谓，关键是脸，这个脸怎么办呢？不是姑老爷您说这事儿，那谁内地来过来，王活子过来脸都白了，节目我问你啊，你要是乐意当王八的话啊，这事就拉倒了，我们走我们的，可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，我没有这当王八的亲戚，你要说不想当王八的话，姐夫有办法，说吧，乐意当王八吗？乐意。哎，说清楚。不乐意啊，吓我一跳啊。行，我说哥几个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，有捧赵三丰的没有？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，都是奔他来的。怎么着？有喊三哥的，有喊三叔的，有喊三爷的，您说怎么着吧，现如今出点事儿，如此这么办这么办，如此没别的，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，不用八抬大轿，就一顶小红轿就行，咱们是花钱了，花钱不要紧，他不要脸，今天晚上是捧我的，跟我走，抄家伙，呼啦抄一下子啊，桌子也翻了，大伙儿踹凳腿啊，掰椅子腿啊，啊，因为是随份子来喝喜酒的，不是打架来的，没预备家伙，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，领着二十来人啊，带着一个鼓，带着一个号，带着一成轿，是赶奔赵家。来到这儿一瞧，没有，捆上，给老头老婆都捆上了。老爷子嘴硬，姓赵的赵三丰，我耳朵里有你，眼睛里可没见过你，今儿我瞧见你了。好小子，你敢把大铁绑上不要紧的，问我姑娘在哪儿，我不知道，有种你把我剁了。赵三丰一瞧，呵，这老炮啊，这是啊，嗯啊。他不说不要紧，老太太揪过来，老太太揪过来，赵三丰把刀一举，我问你点事儿，嘿，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，还没等问就说了啊，赵劲儿是料事如神呐，啊，哪儿哪儿，在那个让我妹子那儿，她是个姑子，在那个哪儿棺材园那儿，博一二，您去吧，呼啦朝一帮人全去了，临走安排人看着他们俩啊，我们回来还从门口过，听见屋里哇一响，解开他，明天赔礼道歉，把老头老婆搁在炕上，这帮人。赶奔这个博一二，来到这一瞧，山墙很大，门也关着进不去，站在门口骂街，哼，好大胆的姑子，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，这一骂街不要紧，里边这姑子吓坏了，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的姨啊，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，他是这儿的主持，嗯，叫什么叫广顺，广顺姑子，广顺姑子呢作风不太好，菜市口有一财神庙，那儿的和尚叫德元，他跟那德元呢经常在一块切磋一下啊，也不是常来，一三五这和尚来，二四六博云观来老道啊，今天整着和尚来啊，俩挺高兴啊，躺着被窝里正说话呢，外边一骂街，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，和尚差点没尿了呀，哎呀出事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你别害怕，姑子起来穿衣服，穿衣服不要紧，他把这和尚的衣裳穿上啊，这些乱都穿好了，和尚害怕，我怎么办，你别动啊，拿这个褥子一卷，和尚往起一推，推大被窝卷，拿裤腰带系好了，往地上一顺，站在门后边，你别动别出声啊，就这会儿功夫人就进来了，叠罗汉一个一个踩肩膀翻墙进来，山门开开，呼啦朝全进来了，提着刀拿着棍子啊，进来之后一抬手，啪，先给这姑子一嘴巴，好大胆的姑子，庙里藏人，阿弥陀佛，没有，还没有，哪儿呢，找吧，找来找去一瞧啊，没有，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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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门响，怎么呢，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，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，和尚害怕，他哆嗦，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，背后一哆嗦呢，挨着这门，门就哆嗦，门一哆嗦，门上面有一料吊，这料吊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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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伙一瞧呀，在这儿呢，太好了，打开门一瞧，没错，这里站着人呢，嚯，不说小脚吗，好，这大脚啊，够一尺四，这脚，
解开瞧瞧吧。刚要解开，这王豁子拦着，不能解，不能解。怎么呢？他怕解开了，大伙儿一逗，他这玩笑受不了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，直接的就把这被褥卷抬轿子里边去了。啊，外边都等好了，咚咚，我俩姑子一瞧，这都哪跟哪儿的都是啊，嗯。被窝卷就抬回了王豁子家，都等着呢啊！花红小轿进来，这卖火盆呢、啊，这一切都有。豁子拿个弓，三支箭，撩开轿帘，嘡嘡嘡放三支箭。紧跟着，这些家属女眷全来了，一人手里拿一小碟儿，碟儿里边是胭脂粉，拿水调的啊。拿这个呢，不能看啊，光伸手进轿子里边，在新媳妇脸上抹，这叫添胭脂粉，抹这红一道白一道的，就为什么呢？一会儿洗完脸显得更好看。这是规矩，是吧？都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我们添胭脂粉来了，都躲开了。呼，这帮三姑四姨儿、二嫂子、大姐姐都来。哎呀，呵，呵，好，这媳妇脸够粗的啊！啊，怎么？哦，这不是这个啊！孩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取这个，您先看里头，裹着，都躲，都躲，躲，抬进去，抬进去。俩大小伙子啊，抬着被褥卷进屋，扔到里屋炕上。老凤这站在门口，这豁了，都出去！哼，你们这男的都出去，不许进啊，不许进啊！是男的都出去啊！啊，这豁了嘴把男的都轰出去了。你什么那个二姑三姨大大姐姐五嫂子，是女的都进来，是女的都进来，看看看看新鲜玩意儿啊，看看来啊，看我这媳妇顺不顺，你看都进来，都进来。嚯、哦、所有的家属女眷都进来了啊，王豁子站门口把着，男的不许进啊，就让女的看啊，就让女的看啊，挺高兴的，解开吧，解开了，都解开了，一瞧，嚯、哦，趴着呢啊！哎呦，这怎么胖了、啊、这个啊？你瞧这好像还没头发、啊、这媳妇儿啊！你这倒看着挺宽敞的，倒是挺款式哈。咱们翻过来吧，咱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二姐，咱们一块儿勾他啊！前面几个，后边几个，咱拧完一翻棍儿，嚯！大和尚一丝不挂啊！和尚吓坏了。刚才在那儿躺着挺好，卷起来了，紧跟着抬出去，屋里挖还敲鼓，抬到这儿来，一帮人自个儿下，怎么回事？正纳闷呢，一挑门帘子，赵三丰进来，怎么回事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什么呀你？这里一脚，兜到和尚小肚子上，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。你说这和尚太冤枉了啊，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，这怎么办呢？全都傻了啊！赵三丰瞧了瞧，不要紧的，我说左大嫂子，哎，您说咱们呢观音寺吧？什么叫观音寺啊？北京土话，观音寺是个地名啊，谐音就是官司，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，赶紧吧，先报地面上啊，地面都报完，来人验尸，死尸不离寸地，这都填好了，尸格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。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，没法打，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，这边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哈，这怎么打呀？而且现如今刘瑞的这俩人还在咸阳寺，赶紧带着人拿着手本坐车奔咸阳寺见刘坤一。刘坤一乐了，哈哈哈，事儿我是听明白了啊，只有一节，嗯，我不掺和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，没有别的，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，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。这话就说到了，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弟送过去了，择日开庭审。整个这大堂上人都满了，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央乌央的。这个司官姓齐，齐的人三十来岁，往这一坐一拍桌子，各位，今天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审，为什么呢？两家都有势力，我官卑之小，恐怕审他不清问他不明。今天听审的这些位既有乡绅也有富户，而且也有宗室啊，北京有这宗室，皇室粉汁儿，没事啊满处这撇大嘴的啊，很容易上这儿来捣乱。所以今天把话说头里边，你们哪位能替我审现在就出来，现在不审一会儿谁也别说话，底下是鸦雀无声。好，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可要得罪了啊，你们这案子现如今我知道了，赵弟啊很难办，只有两个办法，或者你死或者你活。张志说我活怎么着，我死怎么着。那你要说想活，一个月三十天分两半，前十五天跟豁子，后十五天跟瑞子，你挑一样。
我不，那就只有你死。你死了之后，把你死尸一刀切开，两家一家领一半啊，弄回去把你厚葬了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死了之后不冤，我替你偿命。你们两家说吧。瑞子说：“我呀，哎，我一定得要啊，无论活死我都要这个人。”哦，霍子你说呢？我说，我姐夫，咱怎么说？赵三丰看了看，大人，您的意思就是啊，我的意思就是，要么活，要么死。赵劲儿说：“别说了，我肯定要死，我不活着了，我宁可死。”好，死不要紧的啊。现如今我当堂立案，他一死，死尸剁开了，两家分，一家出丧葬银5000两。为什么五千两？这里还有我的丧葬费啊！你说怎么办吧？赵劲说：“我死。”好，你死不要紧，来端出来。有一小差人端出一茶碗来，捧过来。大人拿手一指，这东西叫羊鱼血。海底下有一种动物叫羊鱼，它的血是剧毒，沾唇则亡。姑娘二话没说，接过来一羊活，当时就喝了，啪嚓一下子，死尸倒地。哦呦，这姑娘她妈哭坏了，哎呀，我的姑娘啊，别哭，拉她一边。有人过来拿席子把死尸盖上，大筐扣好了。啊，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？各掏纹银5000，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，一家一半。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，王豁子可傻了，姐夫，这怎么办？咱要不要？要那干嘛？人都死了，咱就不要了。跟老爷说，哎呀，这要死了，我们不要了，活着要死了不要。哦，这么说你不要，我不要了。好，当堂聚集。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，王活在这画了个圈。好，既然你当堂聚集，来啊，李自清，彩礼退回，把彩礼全退回去。此事与你无关，这事跟没关，他乐意弄走埋去，爱怎么埋怎么埋，我们不管了。好啊，来呀，凉水激情。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水，撩个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，姑娘坐起来了。这到底什么药咱不知道啊，咱有这么股药啊。姑娘坐起来，瑞子很高兴，两个人抱在一块儿就放声痛哭。瑞子这儿高兴，豁子不干了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死了我不要，活了我不要，我要都。大胆的王豁子出尔反尔，是方才说要又说不要，说不要又要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你是认打认罚吧，老爷？认打怎么着？认打打你1000板子，你看他打烂了那就。我要认罚呢，认罚好办，罚你4百两银子给招弟儿买花戴。